一块电池录了3小时45分钟，包卡录满了，电还有9%。我现在马来西亚的兰卡威测试最新的 Action 5 Pro。昨天晚上我刚在 GoPro 的直播间看了 GoPro 13的发布会，他们把 GoPro 变成了一个小的微单，然后各种的镜头，我觉得挺有意思的，我也下定了。但是给我一种感觉，就是好像 GoPro 怕了，他不选择这么硬刚，而选择另辟一条蹊径。走，我们出去测试 Action 5 Pro。 传感器的尺寸依然是1.3英寸，但他们跟我说这是一块全新的传感器，最大的改变就是动态范围的提升，也就是同时保留高光和阴影细节的能力。现在我们用 Action 4和 Action 5对比拍一组日落，希望太阳一会儿能出来一下。太阳出来了，同志们。我刚才看了一下原素材对比，两边都是10比特 D-Log-M 自动曝光， Action 4这边是有一点点高光裁切的，这里可以很明显看出来。 Action 5这边是没有任何的高光溢出的，这个是一个肉眼可见的差距，当我们套上 LUT 以后，这个差距就更明显了。明早我们出去跳岛，看看 Action 5在实战中的表现是怎么样的。视频的参数变化不大，仍然是最高 4K120帧，不过这次是片门全开的 4K120帧，外面比例是4:3，如果你拍下来既要塞成横屏也要塞成竖屏的话，这个规格是很合适。它拍照的像素值也从原来的1000万涨到了4000万，虽然我们知道像素跟画质不能画完全的等号，但这么大的提升确实对解析力有了帮助。 Action 从4代开始，包括现在的5代，都添加了色温传感器，这样在水下的色温会测得更准一些，就不会出现那种很阴间偏绿的情况。它的裸机潜水能力达到了20米，这样你不用依赖任何的辅件就可以带它去潜水了，屁都看不见。是谁说兰卡威适合潜水的？跳出来，我打不死他。我飞起来了 ！Hello， 原来无人机视角是这个样子的。放，慢慢子。哇，这么大！行了，不掉了，我翻牌了。了，我是个 loser。同志们，我冲了。今天上午所有的视频都是拍的4K60帧及以上，大白天顶着太阳30度以上，而且在钓鱼那个时候连续拍了30分钟，一点过热的问题都没有，而且一块电池续航还剩50%，这个续航真的很厉害。现在我们就测一下续航。环岛自驾一日游正式开始。停录了，卡满。一块电池录了3小时45分钟，包卡录满了，电还有9%。晚霞美不美 ？OK， 今天是第3天了，给大家介绍一个很有意思的新功能。如果你是拍竖屏的，你肯定用得上，叫人物居中功能。现在我在自拍，但是我的左右来回的摇晃这个相机，但是它能通过智能的裁切，让我的人脸一直保持居中。前面刚过去一个骑摩托的小姐姐，我们跟拍她一段试试看。刚才那个女孩被我跟怕了，一直要慢下来让我超过去，我就是不超，把她吓死了。另外我觉得大疆有两个独特的优势是别的品牌没有的，一个是它的运动相机和无人机拍出的色彩科学是非常一致的，这样的后期调色就非常好调。另外一个优势是它跟自家的 DJI Mic 2，就是我现在戴这个，直连的适配性是最好的，而且它这次可以同时连接2个无线麦，就相当于把这个接收器给你内置到相机里面去了。喂，浩浩，你能不能陪我出去拍一条 Vlog 啊？哎呀，你不是有大疆 Neo 了吗？你不需要我了。他这次名字 Pro 也不是白叫的，他这次前后都用上了 OLED 屏幕。大家知道之前所有的运动相机几乎用的都是 LCD 屏幕，显然 OLED 屏幕的成本更高，亮度也更高，在大白天的时候看得也更清楚一些。另外大家知道 OLED 屏幕的好处就是黑色是不费电的，那么它这次也增加了长时间录制的息屏显示，这样就很安心了，你不仅知道它的录制，还知道它录制了多久。这次它命名为 Pro 还有一部分原因是它可以记录专业的运动数据信息了，比如你在爬山的时候上升了多少米，你在潜水的时候下潜了多少米，你在骑摩托车的时候瞬时的加速度是多少，在拍摄的同时这些数据就一起被记住下来了，然后在使用 DJI Mimo 的时候就可以把这数据添加到视频当中去，然后在回看的时候就更有意思了。如果你同时使用了 Apple Watch 啊、佳明手表之类的，你还可以把它们的数据一键导入到 DJI Mimo 里面去，这样就有更多的数据信息可以显示在视频当中了，比如说轨迹啊、速度啊、心率啊等等。另外这次它给你内置了47GB 的存储，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历过没带卡的痛苦。哎呀，这个太痛了，47GB 就可以应个急，有的时候这真的是救了命了。
OK， 现在我们出去拍点夜景。今天带大家逛一下镇南海滩的夜市。Oh, how easy it's to forget, still thinking about how we met. Yeah, I'm with you now. Oh, one thing. 好良心啊，把这个圆顶都加满了。The best thing in this life for free, that's so true.好了，同志们，这期视频就先讲这么多吧。我的脸已经晒得像猴屁股一样了。我知道还有很多内容没有讲到，比如说相机的可视角度啊、防抖啊、暗光画质啊等等。我觉得这些内容要对比讲才更有意思一些。等我回国了，我的 GoPro 13差不多应该到了，到时候我做一期对比的分享体验。记得关注我，那我们就下期再见吧。我要像风一样自由。